我最近怎么老是做这个梦？跳崖，跳崖，难道我终于要长高了？ 小贝，你醒醒啊，小贝，哥，别丢下我啊！别好了，有我在，你哥死不了的。不过你要是再用一点荒唐，可就说不定了。这回又是什么事儿？据送小贝来诊所的围观群众说，事情是这样。昨天打工多挣了5块钱，给小满买包辣条尝尝吧。 美女，跟哥走吧，哥带你去浪啊！你走开，救命啊！放开那个女孩！小娘炮，别多管闲事儿。人家说了不愿意，你这是耍流氓！ 小子，活腻了吧你！姑娘，你快跑啊！坏我好事，去死吧！ 医院请勿大声喧哗，欧心。话说，你哥欠的医药费该交了吧？这几年进出诊所大大小小共50八次。嗯，我算算，一共是……知道了，我又没说不还。你看，我哥不是舍己救人吗？多伟大呀！你再宽限几天吧。嗯，可歌可泣，但问题是，我已经没钱买药了，这可是最后一瓶。 终于来了！我去，这冲击力太大了，简直辣眼睛啊！太好了，住这么好的套房，肯定是个土豪。看我不好好敲你一笔！看这人模狗样的，竟然是个变态！我这也算是替天行道，劫富济贫吧。 都说萝莉有三好，身娇腰柔一推倒，让我见识一下吧。曹小蛮啊，曹小蛮，实力演技派呀！今天便宜你了，暴发户。<笑>
去，他还真活得出去啊，节操了。为了小贝的医药费，老子就当是被狗啃了。看你这身行头，应该是个成功人士，你不会让这种照片流传出去，爆出丑闻吧？哦，哼，角度拍得不错，你想怎么样？就想跟你借两个钱花花。你果然还是这副德行，不过想敲诈我？没想到啊，这一世你竟然是个异装癖。你说我是把你这个小骗子送到警察局呢，还是把你男扮女装的样子直播上网，送你上头条呢？大哥饶了我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有个重病的哥哥要照顾，走投无路才这样的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哼，要饶你也行。哦，只不过不过什么？你说啊。你得帮我完成一个游戏。玩游戏？这么简单就放过我？我去，刚刚是什么鬼？怎么有女人的声音？曹小南，恭喜你如愿以偿成为真正的女人。你说什么？老子是纯的，纯的。为什么我不能说出爷子？不对，怎么会有蛇？贩卖人体器官的吗？快还我小鸡鸡。我要你小鸡鸡干嘛？我又不是弯的。哈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这是一场攻略游戏，只要你能顺利完成，就能找回小鸡鸡啊，不，恢复男人身。什么狗屁游戏，我不管，你快把我骗回来。我可没那本事，你只能靠自己。我该怎么做？曹小蛮，你是曹操的第十八代转世，你的七个忠臣也随你转世了，他们就在这个城市。你只要带着新型收集器，按照他的指示找到忠臣，并攻略他们即可。我曹操忠臣？你派纯仁君的钱？事到如今你还不信吗？这信息量太大了，完全接受不能啊。他说我是曹操，你把说出去让人笑尿啊。可是我真的变成了女的，这又如何解释？我暂且信他吧，得想办法赶快变回男人。好吧，可我怎么知道谁是我的忠臣，怎么去攻略？只要他们在你附近，新型收集器就会发光了，对方的手腕还会亮起星星。不管你卖萌也好，撒娇也好，一旦戳中他们的心，两次他就是你的人。亲，你告诉我，这其实是个整人游戏吧？要不你还是抓我去警察局吧，你们别玩了好吗？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去找你的攻略对象，不然小鸡鸡永远不会回来了。曹贼，谁叫你当初派人意思连个全尸都不给我留？我吕奉先可是天蝎座。喂，我已经搞定曹小蛮了，你该按照约定告诉我貂蝉妹妹的下落了吧？好，哎，多谢。哼，军师，父亲什么时候能记起我们？就快了。那他会怪我伤了他吗？不会，到时我自会向主公请罪。
耗尽全躯涉险，只因你在身边，我因你许诺要站在同一边。其实是命运让我们是在对立面，为你跨越千年并肩，时空交织的世纪般的锁链，让苦涩遇见定格在你划破的长天。只与你在相遇那瞬间，每一站是相互面泛起的脸，是我们之间剪不断那片蓝，那片似水的缱绻。各位亲，看我这颜值气质，你们一定以为我是男主吧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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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真相是残酷的，千万别粉上我，因为我只是来打酱油的，都别了。